下一个颜色，白浅蓝。等一下，你们要自己找找饭吃的，你们要在镜头里面要让大家看到你的光。好，我的手那个角度有细微的转动，你们要跟着我的，看你们有没有在 pay attention， pay attention， guys。喂，嘿，这是什么？白什么？白浅蓝色 ，white and light blue。啊 ，OK， 下一个，白紫，白紫，白，白紫，白紫了，白紫了。等一下，我想看，我看看有没有人是，有没有朋友们是，就是你们只是在看戏的，就是你们只是在看直播的。比如说 ，We don't know what you're doing， 就搞不懂我们在干嘛的朋友们。Like， 因为我不可以 assume， 我不能当作是大家都是有这个光芒手环的。可能很多朋友们，我们现在看，哇，有400多万人哎，400多万人里面，我们应该没有做那么多手环吧？应该大部分的人现在看在看我们不知道在干嘛。我们现在在测试那个演唱会的互动光芒手环，好不好？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光芒手环的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感受这个线上演唱会的。我跟你说，没有，目前还没有拿到手环的朋友，或者是说，你可能来不及，买手环版本的票啊，没关系，你还是可以登录你的圣所 app， 你可以登录你的圣所 app， 其实圣所 app 也会亮起来的，它也是跟着我们的手环在一起变的，所以 this could be your alternative to your wristband。虽然没有来的这个手环来的直接跟有感触，但是至少也是一个方法，好不好？你们也可以用 app 来测试。还没拿到手环的朋友们，好，可以看那个圣所 app， 快急死 ，app 还没更新啊！你自己先不更新，我不是叫你先更新了吗？你现在年轻人怎么会那么慢呢？现在年轻人应该很及时、很快速的。现在这个速食时代 ，everyone is very in sync， 所以你赶快更新你的 app， 我还会再开一段时间啊直播。